这样的快闪活动，内心真的是非常的震撼，也非常的触动。今年刚好是我国建国70周年，我校建校80周年。值此之际，我希望我们青年大学生能够刻苦努力，坚定信仰，做新时代的追梦人。我感受到了祖国的进步，国家的强大，一股热爱和感激之情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。这个活动是非常的震撼。能够参与其中，我也感到非常的骄傲。这种骄傲呢，是身为中国人的骄傲，是身为名师人的骄傲。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，我们要对自己有新的解读，既要有所追求，也要有所坚守。百花齐放，充满园，落月文化育英才。作为边疆民族地区一位少数民族教师，我将用自己的力量积极推动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团结进步，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发展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有各位朋友安爱赛，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脸上都露出笑容，非常高兴我们迎来了祖国建国70周年和我们建校80周年，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非常的荣幸。我在崇左，我在名师院，我为祖国打 call。